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佩奇出租车玩具。这是公牛先生，公牛先生要开车了，把车盖盖好，准备出发去接乘客喽。佩奇要去剧院，出租车到了，佩奇上车坐好吧，准备出发喽。到剧院啦，佩奇下来喽。公牛先生继续行驶吧，乔治要去宠物商店，出租车到了，乔治上车坐好吧，出发去宠物商店喽。乔治下来吧，出租车继续出发，瑞贝卡要去超市，出租车到了，瑞贝卡上车吧，准备出发喽。超市啦，瑞贝卡下来吧，公牛先生继续接乘客喽。苏怡要去消防局，出租车到了，苏怡上车坐好吧，准备出发喽。消防局到了，苏怡下来喽，公牛先生继续出发，理查德要去宠物医院，出租车到了，理查德上车坐好吧，准备出发喽。宠物医院到啦，理查德下来喽，公牛先生太棒了。